律法不会孤单，是非审案要人办，逐流而染污，理清中缓慢，决意为邪正不界限，恶行偿还，报应不晚，恢复天亡，覆盖人间，热肠冷面，我心不冷。为了公理，请我专家。法律共情义，双倍以行。我誓要将冤案推翻。记住这包敲响，飞天还斗难。人嚟，执行。将佢五人押往刑场，天命之时。立即處斬！係，王爺。本府自會前往。大人，你四人追隨本府出生入死多年，反为累你四人痛苦认错，委屈你哋。大人，属下等在黄泉路上为大人开路。属下等叩别大人。为何又押翻翻嚟？回王爷，狂风大雾突然从天而降，外面一片漆黑。王爷，而家天色未明，依圣旨要天明处斩，请王爷等天明之后再行刑。本王知道。飞雪，点解会咁？回禀王爷，学生尚未曾习得星象卜卦之后，不敢知。本王就不相信雾不散，天不明。人嚟，在，静待雾散之后，立即行刑。系，王爷。飞雪，依家系咩时辰？回禀王爷，五更早过，应该系辰时。岂有此理！分明已经系白天。为何天仲未光？本王唔打算等，斩咗包拯先再讲。王爷万万不可。飞雪，本王一向都系听从于你，但系今次突然天降大雾，太过诡异。如果唔立即斩咗包拯，恐怕会节外生枝。人嚟，在。将包拯一干人等就在堂内立即正法。系，王爷。展位，
展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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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人，卑职来迟，令大人受惊，请大人恕罪。大胆展朝，身为朝廷钦犯，还敢直闯公堂？王爷，现今天色未明，依法系不能斩包大人。王爷此举，莫非系有意逆之而行？身为大罪之身，岂容你逞口舌之力？人嚟，将佢打下！你敢？王爷，展某那来接江湖，佢哋绝非系我对手。你相唔相信？我而家就可以取你颈上嘅人。王爷，你稍安勿躁，吕丞相只会前嚟向你交代一切。听知道。圣旨下跪。万岁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有永定王赵恬图谋不轨，涉嫌叛国，着令开封府府尹包拯等人官复原职，待朕审理，依法处断，钦此。你为何伪造圣旨诬蔑本王？呸！本相方才进宫，请得圣旨，何来伪造？待本王面圣之后，再与你理论。闭嘴！想留下本宫不成？冇错。若然本王唔留呢？哼！你知否你王府兵马早已被御林军驱离替代？点会？相爷，若有犯人擅离公堂，杀无赦。系，包大人。相爷，请你立即重整官大，审理此案。系。皇朝万行，张龙赵虎。在。全令升堂。系，大人。包拯，本王贵为皇叔，岂容你直呼其位？本府奉旨办案，如今你已是阶下之囚，未曾许你官大，要你依堂规跪拜以示礼遇，你还待如何？本府问你，你曾多次派人抢劫军饷，杀害官兵，诬陷展护卫，可有此事？无凭无证，信口雌黄，本王岂会承认？嚟人啊！在。带常玉。带常玉上堂。常玉叩见包大人。常玉，你可曾多次劫军饷、杀官兵、诬陷展护卫、监守自盗，确有此事。你是自有主见，亦或是受人指使？系受人指使。何人指使？系永定王赵恬指使。常玉，本王一向待你不薄。住口！本府并未问你，若再信口插话，莫怪本府堂威侍候。常玉，那赵恬因何要指使你劫饷杀人？回包大人，赵恬欲取大宋江山，劫饷一则系为筹措资金，二则陷害包大人，兼害狄元帅，作为杀国嘅准备。大胆常玉，你有何凭证？赵恬，本府已经警告过你，莫怪本府得罪啦。嚟人啊！在。拆掉佢个王帽，除去佢个蟒袍。你敢？
常玉，你可有物证？回包大人，在王府之中有很多劫回来的粮草，还有王官玉玺为凭，吕丞相已经带人起出。本相确已将证物呈交皇上。常玉，你虽然知性罪行，而且指证赵恬，本府已然要依法治你之罪，且容待稍后再判。启禀包大人，常玉有说话要讲，请包大人恩准。你讲。谢大人。河北常家历代以嚟以九环共都命闻于世，而骁勇善战，驰骋沙场。自从嘉兴卑无入狱，冤枉致死，河北常家竟然销声匿迹于世间。常玉认识不清，认贼作父，自愧身为大宋朝臣，愧对列祖列宗。幸蒙包大人查明此事，救大宋于危亡之秋，便常玉受世人唾骂。我之所以久安于世，就要揭发王爷的罪行。今日功成身退，不敢有包大人铡刀，常玉叩别。来人啊，在抬下去。是。慕容飞雪，慕容飞雪，何生在？你既被革功名，如何还自称学生？草民在。那常玉虽是一介武夫，犹知廉耻，知尽身亡，而你枉读圣贤之书，却竟然不知廉耻，为求功名利禄，不惜自毁名节，助纣为虐，如今你可有半点悔意？草民，飞雪，不要这么没骨气。大胆赵恬，你一再插嘴，是何用意？来人啊，要他依堂规为下听审。是，王大人，包拯有事。赵恬，若再出言不逊，莫怪本府令人掌嘴。赵恬，你多次劫饷杀人，图谋叛国，陷害朝臣，罪证确凿，你可认罪？成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本王亦无话可说。堂客听判，常玉劫饷杀人，依律当斩。本府念其知性罪状，指证主谋，其业已自尽身亡，特予厚葬，不再追述其罪。慕容飞雪，草民在。你为赵恬出谋献策，助纣为虐，本府依大宋律例判你斩刑。来人啊，在，将慕容飞雪押入拜牢，秋后处斩。是。赵恬，身为皇室，受封皇位，不是深报皇恩，报效朝廷，反倒图谋不轨，意欲篡位。本府以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。来人啊！是。龙头斩首。是。开战！
飞船。是我啊。大师。没错。是我。我来看你。为什么不来看我？师弟，你不记得了，妹妹身体不好，在屋企休养。啱嘅，啊，与佢应该多啲休息。等我可以去睇下佢，师弟，你亦都要好好休息。我会随时嚟睇你嘅。多谢大师。大师，大师，我喺呢度。大师，你可唔可以教我医道？师弟，只系学师傅谋略一道，太辛苦啦。最近我仲时常都头痛，亦都系教我医道，我可以医翻好红妹个病。我会，大师兄一定会教你。妹，你放心。飞雪学好医道之后，一定会将你的病医翻好。癫咗，公孙先生，那慕容飞雪好地地咁，点解会突然疯癫噶？回大人，佢一生钻研谋略之道，已呈走火入魔之势，本来全在计算之中，如今突遭巨变，一时间不能够接受，以致心智受损，这些亦是言习此道最危险的一种情形。此人天资过人，才识甚高，若非心胸不够宽阔，又怎会落得如此地步？只怪学生当年未尽师兄之责，冇将佢导入正途。人各有志，又怎能算是先生之过呢？不过由此都能睇出，心识的重要，实远超过才识甚多。时候唔早啦，明日一早仲要进宫面试，公孙先生都系早啲歇息吧。系。仲有王朝马汉、张龙赵虎，虽然曾经多次见驾，但系奉诏入宫都系头一次，只怕佢哋都会彻夜难眠啊！咁都难怪，此案大家都辛苦啦，能够奉诏入宫，以示恩重，就由得佢哋去啦。系，启奏皇上，开封府府尹包拯。率府中人等殿外求见，宣见。臣开封府府尹包拯，率所属叩见皇上。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各位卿家，听臣谢万岁。
永定王謀反一案，幸賴各位卿家多方努力，方能消離此一浩劫，免我大宋危機。朕亦都覺得非常之欣慰。皇上聖明，朕為了表示嘉許，皆有封賞。呂丞相，臣在。你就將朕準備俾佢哋嘅賞賜講俾佢哋聽啦。臣遵旨。封王上谕，开封府府尹包拯，官升二品副枢密使，仍然执掌开封府府尹之职。御前四品大都护卫展超，官升三品，公宣策封副主簿一职，官衔五品，王朝马汉，张龙赵虎。官升六品校尉，一切封赏即日执行。谢恩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老相爷，三娘，冇见咗你几年，估唔到你嗰啲动作，哎呀，依然系咁美妙。唔得啦，三娘自从嫁为人妇之后，一直就冇上过台，做得唔好，老相爷见笑啦。点会呢？刚才你将杨贵妃嗰份怨，嗰份无奈。表現得淋漓盡致，當今雜劇界啊，你仍然係首屈一指啊！坐低先講啊。好啊。三娘，揾老夫嚟唔係單單為咗睇戲咁簡單啊嘛？三娘。你為人一向好爽朗嘅，點解洗盡圓滑之後會變得咁扭扭捏捏嘅咧？咁好，三娘就開門見山直言啦。老相爺，三娘懇請老相爺援手相助救廚夫。救衛官？衛官發生咩事？枢密院以叛国罪将卫桓收监。叛国要斩头噶吧？老相爷，令郎杨钦唔系贵为枢密院事咩？嗱，老夫知道你嘅来意，以你我嘅交情，好，只要系你嘅事。老夫必定竭盡全力。
謝老相爺。啊，楊大人。爹，啊，啊，爹，你過嚟。咩事？爹，佢系名棄子，你點解介入？佢唔係棄子，佢係排憂，係曾經紅住一時嘅雜劇迷人。所謂棄子無情，三娘唔係一樣，佢有情有義。我絕對唔准你污蔑佢啊！為滅叛國一案，係由邊關主帥何正光舉報。孩兒掌管司文院，一本你平日嘅教诲，一审再审，确实做到公正无私。再讲，云焕亦已当堂认罪还押。呢件案，孩儿已被情报皇上，而家只等皇上御批大批，就可以执行问斩。爹，你高老退隐。應該在家安享清福，唔好再理其他啲無謂嘢啦。丹氣，爹，你一生嘅清廉得來不易，千祈唔好為咗個氣排憂而毀於一旦。阿爹同佢係忘年之交，紅粉知己，絕冇涉及半點兒女私情。只怕其他嘅人唔係咁諗，所謂人言可畏啊，爹。阿爹行得正，坐得正，我使乜理人點樣想啊？三娘，三娘，三娘，点解你粒声唔出嚟走啊？三娘唔想老相爷为咗我嘅事为难。三娘。令郎讲得好啱，老相爷在职之时公正严明，万人敬仰，一身嘅清誉得来不易。老相爷既然已经有相助之心，三娘真系感激不尽。你仍然系咁善解人意、善体人心。系啦，你丈夫嘅事打算点办？我深信遗魂绝不会叛国。如果你深信遗魂是无罪的，是很应该设办法对他平反。可惜我一时之间帮不到你什么忙，不过我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，去找包拯，包拯一定可以同你主持公道。开封府？所贵何人？文父姓霍，名三娘。霍三娘，你可是当年奉和京城的排忧霍三娘？正是文父。你且抬起头来。你因何击鼓鸣冤？文父有状告一旨，呈上嚟。系。
算先生。大人，枢密院执掌军国机务，卫焕乃是虎牢关首将，他犯嘅系军法，开封府无权过问。倘若真如这状纸上所言，那卫焕含冤莫白，倘若本府不接此案，岂不枉害23条人命？霍三娘，你且暂立回话。是，大人。本府问话，你可要照实回答。文父知无不言。本府记得当年你正值当红之际，骤然退隐，下教卫焕，想必他有你值得之处。是，值得，非常值得。在三教九流龙蛇混杂的雅子里面，经常有不快之事发生。我要切肤认识，虽称不上轰轰烈烈，但是刻骨铭心。7年前，在一次仗义勇为之下，我们开始交往。卫焕的敦厚老实，他的真情实意，令我认定他是我的终身依托。在千百个追求者中，我选择了他。你能够急流勇退，洗净圆滑，过着相夫教子的平淡生活，实属难得。然而本府不解，呢啲陈年往事与你状告卫焕含冤又有何关联？文府系要包大人了解卫焕嘅为人，佢绝不会做出叛国之事。你继续讲落去。
雪夫原本在何正光麾下，任职太尉。何正光、何元帅，包大人认识何元帅？冇错，何元帅独子何少华，如今正在海丰府任捕快之职。你且继续讲落去。七年前，雪夫随军远赴边陲，抵御西夏入侵。一家三口在雪夫微薄的薪饷下，过着三餐不济的日子。七年间，公婆相继身亡，但是雪夫因为镇守边关，无下奔丧。包大人，试问一个在忠孝难两全之下而舍孝取忠，不顾家中老少，以国土安危为重的将士，怎可能叛国？好，本府接告。包大人真的肯接告？你可是奇怪，因何本府如此快就下定决心？本府断案多年，阅人无数，必先查其举止，观其颜色，方才定其真伪。你叙述之事，句句出自肺腑，故而本府接告。多谢包大人。韦夫人，如今落脚何处？文府暂居，经雅子关四姐开嘅艺园。若有需要，本府自会传你上堂。系，文府随时候传。退堂。退堂。四姐，三娘翻嚟啦。三娘。三娘啊。点啊？点啊？老相爷肯唔肯帮你啊？老相爷有他的为难之处，我亦不能强人所难。不过我找到开封府包大人，他亦接告了，答应承办慰问此案。哦，那就好了。我们坊间有句说话，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。什么意思啊？个意思即是公正廉明、铁面无私的解咯。只要包大人肯接你的案，你家相公慰问就有救了。但愿苍天有眼。啊，系啦，四姐，我恐怕要喺你呢度打搅几日啦。咩说话呢？我哋姊妹一场，欢迎都嚟唔切啦。咪系，我哋恨不得三娘好似以前咁同我哋一班人喺埋一齐啊。嗯，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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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仲唔快啲去将三娘个房执拾干净？知道。冲杯靓茶过嚟饮，三娘。咁我点啊？快啲去帮手啦。本府不能仅凭霍三娘的片面之词便轻率行事。公孙先生，学生在。烦劳你明日一早前往枢密院，借调慰问啲相关的卷案。本府要查明佢叛国一事嘅内龙去脉。系，大人。张龙在。传何少华前嚟。回大人，何少华跟随展护卫出去巡城。通知他明日一早前嚟见本府，本府有要事商量。是，大人。我看你走去哪儿。年纪轻的学人偷东西，找你几年等你反省反省，
少华，展大哥，表现唔错，都系展大哥教导有方啫。少拍马屁，展大哥，张龙，有咩事？大人有事揾少华，少华，大人叫你明早去见佢。龙哥，唔知包大人揾我有咩事咧？应该系同霍三娘撞过嘅事有关嘅。霍三娘，是否就系当年红遍汴京嘅排忧霍三娘？就系佢啦。卑职参见大人。本府召你前嚟，乃是想知道令尊是否仍在京师。边关不可以一日无睡，家父已经翻咗苦劳关。哦，唔知大人揾家父有咩事呢？大人，公孙先生何冤未曾调得卫焕嘅资料，系属军机要务，孙文远坚持唔肯外调。不过学生听讲，卫焕一干人等今日午时明正典刑，由枢密使杨大人监斩。啊？点解会咁快？大人必须设法阻止行刑才是。事到如今，本府唯有立即进宫面圣。要人扮，逐流而染污，理精中缓慢，血意为邪正不界限，恶行偿还。我心不冷，为了公理，竟恶诛奸。法律共情义，双倍以行。我誓要将冤案推翻。记住这包黑函。要人扮。